暫停落水，咁到清晨嘅六點先至恢復搜索。咁彭國柱咧，而家就喺沉船現場海域噶。咩彭國柱啊？最新嘅搜索情況係點啊？係啊，今朝早咧都幾大浪，今朝早都幾大浪噶。咁好似而家咁樣啦，咁啊啱啱有咧喺主航道上邊有船經過。咁由於出現咗信號故障啦，我哋同彭國柱傾到呢度，我哋轉睇下其他消息。政府公布重新推出的西九文娱艺术区计划咨询文件，建议注资190亿兴建文化设施，预计将来财政可以自给自足。我们记者郑思婷现在就在西九将来发展艺术区的地皮那里。是啊，思婷，西九项目将会怎样营运呢？是啊，郭永琴啊，咁成个项目啦，政府咧就会系先注资，咁然后咧就会起一啲嘅公共嘅设施，咁呢笔钱咧就系咧相等于咧将来咧系嚟自呢一度咧地皮嘅同埋嘅收入噶，咁咧另外咧呢一个嘅政府佢哋咧亦都咧系会咧地皮咧大约一半咧就会啊用嚟发展咧做呢一个咧文娱嘅艺术嘅公众嘅休憩用地，同埋咧一啲商住嘅楼宇。另外啦，一啲嘅商用嘅用地啦，商场嘅用地咧，亦都会拨俾咧西九管理局收租，作为咧将来嘅租将来嘅营运开支噶。咁先由郭永嘉咧讲下政府对西九项目嘅新构思。咁諮詢期咧，大約咧就係三個月噶。咁咧完咗之後咧，就會喺政府向立法會咧提交西九龍咧有關嘅項目。咁然後通過咗咧，先至可以咧開始整個項目噶。喺度報道咁多，交翻俾你郭永琴。好，唔該曬。各位早晨，今日咧係7月28日星期三嚟嘅。早晨，小珍。早晨啊，嘉怡。係今朝咧一出門口已經好大雨。係啊，咁雷暴警告咧而家係生效緊嘅，咁預測係大致多雲，有驟雨同埋幾陣嘅狂風雷暴。咁最高氣温咧係大約30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咧係漸轉天晴嘅。跟住睇下今朝嘅新聞提要。唔該曬。粵劇名伶任劍輝同著名劇作家唐迪生逝世好多年啦，希望而家可以透過展覽重温佢哋嘅作品。由陳真妮帶大家睇睇。我想試佢。國際七人欖球賽，港隊喺首場咧輸咗俾阿根廷噶。林家謙嚟街大球場噶，係阿家謙啊，港隊究竟輸幾多咧？嗱，雖然阿根廷咧冇派出最強嘅陣容嚟香港。始終咧都係比呢一個香港好噶，咁結果咧香港隊上下半場各輸14分，結果輸0-28。咁第一個比賽日咧，主要都係打啲初賽咁樣啦。咁樣咧，而家夜咗咧，嗱睇到啦，越嚟越多呢一個球迷咧會放出嚟噶，咁所以咧氣氛可以話越嚟越好啦。好啦，我呢個報道咁多，咁先交翻俾新聞部啦。好啊，唔該你。今朝早香港早晨節目時間夠啦，聽朝再見，拜拜。好啦，新闻报道完啦，多谢支持，后会有期，再见。